无闲规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工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报报，我是朱麒麟阿秋。好了，今天是全新的一周，星期一，六月五号，先来关心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吧。报报，重点新闻。高院科技大学获得台钢集团 2.8 亿元捐助，此资金犹如及时雨。高院科大渴望脱离专案辅导名单，代理校长张宏宇表示，年底前台钢会再捐1亿元，校名拟改成台钢科技大学。张宏宇表示，台钢领导人曾经说，大家都看到精英，谁来协助中后段弱势学生？基于协助弱势偏乡的理念，台钢捐资办学，希望能尽企业社会责任。水稻收入保险今年进入第二年，农委会指出，112年第一期做投保件数达17.2万件，112年第二期做投保期间，从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为止，提醒农民把握时间投保，分散经营风险。新闻报算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姐姐谢金燕的歌曲，叫做《造飞机》。不是造飞机，造飞机飞到天上去，蹲下来，蹲下来，我做飞机椅。嘛不是一飞冲天去，一飞冲天去，咻咻轻松给430穿梭机，穿梭机造飞机啊！是姐姐造飞机，来听看卖，这是写什么款的咧？一二三四，我们一起造飞机。草溪玫瑰青鸟，小溪乌彩的花蕊。一二三四，我们一起造飞机。爱的画面梦着天气，带阮做阵去看去。阮便乎水鸟往南飞，乌白的相片。草溪玫瑰千里，相思五彩的花蕊。爱的青春留着香味，我惦你身边。爱的画面梦着天星，你带阮做阵去看见。有偌侪年，你无伫阮身边。想要拍开乌一片天，快乐相片要甲你斗阵对，难着你不愿乎你离开。细汉时你我的梦造飞机，手牵手做阵飞去找温暖的太阳。
花蕊，爱的青春留着红衣画着你身边，爱的画面望着天星流传，阮做阵去看见，有偌侪年你无伫阮身边，不想要拍开乌一片天。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全民共享破坏现金6000元，只要符合资格，拢会当领到6000元。领的时间尽量，且唔免烦恼。民众应透过官网来登记户头，或者是去提款机流动领现金。特别提醒大家，以6000官网的资讯为准，或者是拍专线1988，唔通相信诈骗，也是谣言哦。全民共享破坏现金，财政部关心你。若听到你的声，阮的心情就快活。渔业广播电台 AM733，你的心声，阮知影，唱乎你快活，讲乎你满意，这款的用心，因为你值得。企业广播电台 AM738，抱抱，趣味单元。是寶寶，我是主持人阿秋。好了，今天是礼拜一，那么礼拜一的台湾主题是万物介绍，没错。那么今天要介绍到什么样的动物呢？哎哟，这种动物真的是有够烟斗的啦，够坏哦，叫做枪啊，一个字枪，枪，彪彪彪，彪彪彪，那支枪嘛，上好是啦，那上好是动物啦，是枪啦。狄枪杰，匈奴狄枪杰，迄个枪啊，山枪的枪啦、啊，吼，来给做介绍。山枪，学名 Monty Acus Ripsy， 有个称作枪仔，中国大陆称黄金小鸡，鸡子黄鸡是鹿科鸡属的草食性动物。原生于台湾
还有中国的华中与华南地区。伊的黄金的金不是金色的金哦，迄金是上面一个鹿啊，鹿啊的鹿，啊下面一个东京的京啊，吼，东京的京啦，哦，这很难写嘞。啊，小鸡嘛，不是一个鸡的鸡哦，小鸡是上面一个鹿啊，下面一个茶鸡的鸡啊，吼，小鸡啊，这里鸡属啊鸡。英泰的鲸。山鲳是台湾陆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一种，体长大约47公分到70公分，体重在6到7公斤之间，四肢细小。公的山鲳有角，但很少超过10公分，且不分叉。每年12月的时候，头角开始生长，在隔年6月会掉落。雌性则无角，仅有骨质隆起。山鲳的体背呈暗黄色，上身体侧为灰褐色，四肢是黑褐色的。它们的眼线发达，远看之下犹如四只眼睛，所以有人称它们作四目鹿、四目鹿啊。山鲳属于可食用的野生动物，为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猎物之一。2019年1月9号开始，台湾农委会林务局将山鲳由保育类调整为一般类野生动物。公山鲳保有其他陆科动物所没有的上犬齿，靠保护色以及灵敏的行动来避敌。雄性额内缘到角肌内侧各有一条黑色的条纹，雌性则在额前有盾形斑块，白色的腹部以及尾巴下方的白色也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山鲳跟一种名叫赤鸡的动物长得非常相近，许多人常常搞混，甚至将两者视为同一种动物。但分类学家将山鲳跟赤鸡归为同属不同种。两者外形相似，山鲳身形较小，肤色由黄色到棕色都有，赤鸡身形较庞大，一般为红棕色。在2006年香港渔护署做大型普查时，才发现在港的所谓山鲳的原来全部都是赤鸡，不过现在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内受保护野生动物一项上面仍写着山鲳而非赤鸡。分布地区，山鲳自然分布在中国华中华南地区，另外也有人为引入的族群分布在日本跟英国等等，由低海拔到海拔3000公尺都有分布，从阔叶林到水源处都可以见到它们。山鲳和水鹿以及梅花鹿是台湾仅有的三种原生陆科动物。细性，山鲳多数独居，它们的领域几乎不会重叠，在一只雄性的领域中可能会有三四只一起的雌性。好了，这有关山鲳的资料先介绍到这，大家先休息睏一下，过去了再来继续关心到他们相关资料。为大家报上一首歌曲叫做青春像把枪，今天讲到枪，那么来听有关枪的歌曲吧。青春像把枪，来自张雨生先生的演唱，大家再回来欣赏。Woo-hoo!
想把枪让梦先引导，不管要去什么地方，瞄准阳光的方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乌嘴啊叹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警方昨天破获一处制毒工厂。儿子，你看，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真是防不胜防。之前破获毒品咖啡包工厂，还有茶货、大麻、笑气等，这些都会害人上瘾啊。对啊，其中混合多种毒品做成的咖啡包，成分不明，致死率更高。这些学校宣导都有提醒哦。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妈，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啦。反毒新世代，幸福下一代。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注意哦，准备好了，要开始咯。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那么在渔业广播电台里面挖呀挖呀挖，可以挖到什么呢？我知道，龙鳞鱼目的各种知识，还有好听的节目。渔业广播电台长期致力分享农林渔牧产业的相关资讯，为了更贴近听友们的需求，我们特别在脸书粉丝专页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想了解大家的收听习惯与满意程度，期盼您的建议与鼓励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即日起至112年7月20日，请上渔业广播电台官网填写问卷，您的每一句留言与填答都是我们努力的动力。渔业广播电台，感谢您。生啊，生啊啦！我有听到渔业广播电台的风声讲，我无生啊呢，叫咱赶紧回航啦！哦，真的哦，阿发啦，是准备收网啊啦，咱赶紧来登哦 ！Yes sir。有任何海事海难的发生，或者是失踪人口的协寻，警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1666。平湖今天准德兴河站月28号半暝啊，去予一只货轮坠落，不幸冰船船长杜天祥游完下落不明。
而且在平湖附近海域航行增加的增加当三人造车出海这么久哪都没有消息的。离婚离合的人生，希望永远关心你。变化多端的天气，提供永远守护您。海上射击有个海上航行的安全，提供预先提醒您。渔业广播电台，跟您永远行做伙。欢迎回来暗时宝宝，我是主持人阿秋，来继续看到山枪的相关资料吧。来看到山枪的繁殖，山枪雌性大约五个月才会性成熟，开始排卵，排卵间隔约14天，每胎生一只，怀孕期7到8个月，生产后3到4天便可再受孕，不受哺乳影响，因此它们全年均可连续繁殖。雌性怀孕会形成集体的大量怀孕周期，幼儿多数同期出生，与一般草食性动物的年周期繁殖不同。雄性山羌则约9个月才会达到性成熟，在换角期间仍具制造精子的生殖力，不同于一般的鹿科动物。保育状况，2019年年初，行政院农委会正式公告修正，针对陆域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物种进行调整。最引人注目的是，较一般大众知晓的台湾猕猴、山羌、白鼻星等等，从保育类动物中除名。对于台湾社会，一谈到保育类就必定牵扯到狩猎议题，这份公告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修正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综合来说，同样是猎捕、宰杀、骚扰或虐待动物，对象如果是保育类，就会被判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罚金等等刑罚，但对象如果是一般类，则是处以数额不等的罚锾。两者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刑事犯罪，后者则是较类似于开罚单等等的行政机关处罚。事实上，名录修正对原住民族狩猎来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攸关到他们的权利。不论是有权订定修正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的咨询委员会，已经明文规定委员中必须要有原住民代表，又或者第21之1条针对原住民族狩猎野生动物的特别允许规定，第51之1条原住民族狩猎未经主管机关许可处罚规定等等，都能看见现代法律与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习惯之间产生的严重冲突与试图缓解的痕迹。这次名录修正所影响的正是如此。除了山羌是属于原住民族狩猎文化的目标猎物之一，当山羌、台湾猕猴、白鼻星等等从其他应予保育降为一般野生动物，违反了野保法的效果也随之不同。另外一份数据显示，原住民违反野保法而受到有罪判决，其中因为猎捕山羌遭到判刑的就多达70%，即有259人。或许在山羌从保育类移往一般类野生动物后，至少日后很大一部分的罪犯不必再担心犯下刑事犯罪了。其实更好的方法是在政策前端，例如这次的修正已在程序中纳入原住民代表，以及平时监测包含猎场分布、狩猎时节、猎物种类等等，与政府机关建立互信机制，在尊重原住民族传统智慧与文化实践的同时，追求对环境友善、动物保育的共同目标。
来讲呢，咱人啦，无可能无食肉嘛，啊嘛是爱食啊，嘛是会杀着动物啊，啊这动物呢嘛是爱生活啊，袂使互伊绝种啊，所以呢，一定要对这个生态平衡呢，保持这样很平稳的状态啦，不能过多过少了哈。好了，时间的关系，这部来到尾声啊，咱今天阿舅报一只新歌一段落，最后为大家播上一首歌，叫做《南洋腔》。依然腔无，食肥配软，炒卤面的无。南洋腔来自刘福柱先生，所以就带着回来欣赏。阮厝内拢姓黄，阮名叫阿团，自早住伫宜兰后德位。阮查某人姓黄，正名叫阿蕊，娘家踮伫桃仔园关。阮阿爸食肥配卤卵，卤大肠咸菜汤，掺二卵炒烧卷。阿母好食香起开，食浸饭拢无退，也无退，食滚滚。我无叫阿公来食饭，伊煞起气就要转。阿妈赶紧去加开，了后阿公心落泪，阿公面黄黄，阿妈大点胃，要出门无食饭。路遐远，无打算，着过田着远，也过别啦远，一转过一转，艰苦无人问。阿公生肥，翕下远，比手远，脚底短，讲啊心头真酸。心头